好，那我们现在进来啦。它这边分这几种价位，798、898跟998。另外还有一个极致和牛享宴，是1688元，有日本 A5 和牛跟生食级干贝吃到饱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平日晚上899的价位，它这边的用餐时间是120分钟，时间紧迫，那我们就直接开点啦。点餐之外，其他全部都是自助式的。喝看这个西瓜绵绵汤，闻起来没有什么西瓜味。我觉得有点像酸菜和些瓜类的汤底，酸酸的又有点清甜。嗯，来吃肉。澳洲 M9 和牛，还剩一个三分熟的，嗯，不同熟度哦。这个油脂非常适中。美国芝士熟成双酱油，经过芝士熟成之后，肉质更软嫩。看一下这个五谷煎小排。我觉得它的口感吃起来跟牛小排蛮像，很弹牙，油脂也蛮香的。吃吃看他们的樱桃鸭，肉质肥厚又细致。这个饮料很特别，我第一次在吃到饱的火锅店喝到。再看这个海鲜的，哇！我现在有很多东西哦，鸡腿。这个鸡腿肉超级软嫩，哈密瓜牛奶，很甜，有一种哈味，有一种哈味，是超棒的。口感超 Q，
舌筋也超软嫩，蛋饺。天使红椒，还有虾头非常新鲜，它的虾子很甜，哇，这个吃起来全部都是胶质，还吃它那个海螺。太肉圈的薄荷，吃起来有点脆，但是又很软嫩。小羔羊，羊奶的味道，纤维非常细腻，但是却没有羊骚味。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，有中天有真相，只有中天不畏权势敢说真话，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，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